都知道，不仅颜值清纯且演技也在线，就算已经30岁，出演学生角色都毫无压力。由于这几年的作品反馈都非常不错，所以影视资源也是超级好。最近她的造型十分 nice，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谭松韵出席活动，身穿白色立体花瓣裙让人惊艳，发型弄成低马尾，使造型变得清爽整洁，配饰非常符合这件裙子的气质，凸显了她知性优雅的气质，和平时甜美可爱的形象不同。这次搭配让她的女神魅力全面散发，裙子上的花瓣是立体花瓣，分布在裙身引人注目，贴身设计把她的身材曲线展示在镜头前，吊带露出了她的锁骨和干净利落的肩颈线条，手臂两侧也是十分纤细，尽显温柔气质。不得不说，她在造型的可塑性上真的太强了，不同风格的衣服在她身上都能展示出不同的美，例如这身花衬衫搭配休闲风西服套装，再加上大波浪发型，更是凸显了她的御姐气息。无论是霸气御姐风还是青春学生风，谭松韵都能完美演绎出来，加上她的流量不错，因此戏路十分宽广。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着可爱天使谭松韵会在新作品中带